扶桑花，扶桑花是很常见的花卉。近年来，园艺家从国外引进这种大型的扶桑花，花朵又大又艳丽，而且呢，花色的变化很丰富。扶桑花是一般民众比较喜欢种的一般的这个观赏的这个植物，那它插枝就会活了。由于这个花朵很大，几乎我们整个手指头打开，像巴掌那么大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说，它的这个花瓣、它的皱褶跟这个花瓣的边缘有一点像花边。这是实际的这个扶桑花的这个露营。我们化学异花会选择的纸张是生宣纸，就是会吸水的宣纸。那用笔是用洋毫。首先呢，我们挑这个淡淡的这个紫红色画花心的部分，由花心的部分放射性的这个方向画出来，然后再来在笔尖再沾深一点。画另外一面，顺便把花心凹下去的地方处理出来。那我们笔尖是沾花青，接着，我们用黄色调橘色，然后笔尖再沾橘色。我们要衔接，再画下面的花瓣，在未干的时候往下延伸。整个的笔调也是一样，由中心点向外扩散。现在加的时候，顺便把花的形状，大致的把它画出它的外形。由于它花瓣上有皱褶，所以我们的用笔。并不是一大片画出来，而是一笔一笔的把它补出来。接着，我们用这个橘色笔尖再沾洋红，再画比较深的地方跟凹下去的地方，还有凹下去皱褶的地方。目前的画法就有一点像重叠法跟缝合法的这个综合表现，现在是带有缝合跟带有重叠这个技法，然后一边加它的皱褶的变化，
它的花瓣并不是很平整，凹凹凸凸的。一边加一边注意它的光线明暗跟立体感。所以在画的时候，这个毛笔沾的水分跟你画的速度啊，这些都要掌控。水太多了它就一直晕，速度太慢了吸水太多也是晕。在作者花边的位置，我们的硬笔就比较繁复一点，有时候是好几笔去处理出来，但是并不是每个地方都重叠，每个地方都重叠又显得太厚重。然后再来，我们要调阳红，再加比较暗的地方啊。现在的处理就完全是一种重叠法的表现。当然要在这个未干的时候加，干的加以后，干的时候加会变得很生硬不自然。然后一边加一边稍微勾出它的作者，作者都是由花心的地方往四周分散。最重要的就是要水分要控制好，还有硬笔的时候一定要干脆。花瓣的明暗面一定要把它交代出来，比较亮的地方我们就是补笔补的比较少。现在再来就是加强它暗处，就是加强这朵花的对比。对比做得好，这朵花就更抢眼、更亮丽、更具有立体感。然后我们再来用阳红再沾花青，现在加的是最暗的地方，我们一道一道的加，它的色调渐层的变化就会更丰富，而且整个的色彩啊，这个整个的变化啊，更有这个变化，而且更有立体感。
所以我们要画什么题材，有时候都要因应你要画的这个题材，在表现技法上就是要有不同的选择。再来，我们要加它的中间的这个花蕊的部分，它那个柱头，我们要先用深色的把它画出来，因为它的这个色调跟花瓣很接近，只要直接画上去的话，凸显不出来。我们可以调这个深色的洋红加墨，或者朱标加墨，先把它画出来，然后我们再用颜色再叠上去，这样就能够分出来。它这一根花蕊柱头也算蛮粗大的，由于这一朵花就是这个画面的这个焦点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一朵花表现的这个比较完善一点，吸引你的目光注意。然后我们再稍微修饰，让它更有立体感。现在的花卉非常多，所以不像古人看到的就是那几样花。现在世界各国的花卉，由于这个园艺家的努力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而且还可以种到。现在加它的叶子，加叶子的时候碰到这个花瓣的位置，我们要稍微修饰它的花型。再漂亮的花也是要绿叶来衬它。它的叶子比较胖一点，这个扶桑花跟木槿花的差异也是在这个叶子上。加叶子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事先构想好枝干要从哪里穿插，那叶子加的位置就要在那个枝干的走向的附近，不能有些距离太远，到时候这个没办法长在枝干上，那就麻烦了。所谓画一张画，一定要意在笔先。我们家的枝干刚好它要接着对着它的花心的位置，
枝干的位置也不能长偏了。叶子有这个上下，就是一定要让下方的叶子颜色比较重一点，这样才能够衬出前后上下的关系。我们在右边的地方现在要补花苞，它的花苞也是胖胖的，大型的花的花苞绝对会比较胖一点，不会瘦小。我们也加它的这个萼片，这个花苞就跟上方的比较靠近一点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疏密的关系。三个花苞要是摆放的距离都很平均，就比较没变化。万一摆成那样子，就要靠叶子或者是枝条去破它。一幅画是随机应变，大方向抓出来，细节的地方是要随机应变，一边画一边修饰。现在都是加叶柄，这些花苞就跟左边的那一朵花做呼应，然后现在趁着未干的时候，我们用墨来加叶脉。叶脉一定是在颜色未干的时候加上去，也是让它融为一体，才不会生硬。我推广现代国画的意思，就是现在的我们包括所见到的景物，还有由于这个全球化的关系，啊，世界各地的风光，世界各地的植物，现代人都很容易可以看到，所以我们要表现这些所见的，当然一定要有另外的表现技法跟思维，还有现代的美感。现在这个就是已经完成的这个教学示范。那画面的这个主题当然是那一朵花，再漂亮的花也要绿叶衬，那右边的花苞就跟它做个呼应，也才不显得一枝独秀。